他们双方都已经那个报了案，那警方正在调查啊，这个没办法，现在没办法回答你啊。但是警方调查了，这次是这样的，由您学校的那个常委啊，就是办公室主任牵头，然后有校办，有纪委，还有那个法务这几家调查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找你。他们，传媒学院工作期间不用用正当拐手段引诱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婚内情，妻子生育小朋友两个月，就在曾良超学校公寓发现女生耳机、防晒霜、化妆棉等不明女性用品。他狡辩是上一个老师留下来的。双方都已经那个报了案。双方都已经报了案，是谁呀？丈夫、妻子都报了案呢，还是咋回事？这警方正在调查啊，这个女方及我的父母承认出轨事实。没办法，现在没办法回答你啊。自己太傻了，被骗了。但是警方调查了，这次是这样的。邀请女学生吃，看电影、吃饭。由学校的那个常委啊，就是办公室主任牵头。给你看腿啊。现在就是防色狼，还防老师的。这个老师的这个出问题的事儿太多了，新常态呀，这是四川传媒学院。太多了。曾良超，哎呦，嘿。青年雕塑家骗炮，又骗又奸。哎呦，这个老师有人给晒出图片来了，那么帅，帅哥，要不天天骗炮吗？成了一个生殖器了，生殖器老师啊，这样有人给晒出一个这样图片啊，侵权了，给删了啊！欢迎关注我油管的账号"孔老头读中国24小时新闻热点"。